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网际网络应用的课程。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第五个讲次，使用浏览器。我是主讲老师，我是林宏仁。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单元目标。好，那么在今天的单元目标里面，我们包括有管理浏览的历程记录。好，另外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管理在网页上面出现的这些图片呢？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网页它的组成到底它的细节是什么，还有云端科技。好，所以我们就先回来看看我们在现在这个讲次里面第一个要来看的就是我们的浏览的记录的历程。那我们的同学呢，或者是在网际网络的使用者，我们浏览过这些网站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会去拜访一些，比方说一些网站的资讯。好，那这些资讯呢，它的比方说我们去连接的这些网页，还有它的影像的这些副本，还有 cookie， 或者是我们在网页上面曾经透过一些表单去填写过的资料，它其实都会被记录起来。好，那可能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学或者是我们使用者其实都不会去特别注意到这些细节。可是如果说我们使用的电脑是个人使用的，好，这个电脑其实也不是公用电脑，是个人使用的电脑的话，那么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浏览器，它记录了这些拜访的资讯或者我们浏览的资讯，那对我们使用者，对我们同学来讲，它就不会有一些个人隐私可能会外泄的问题。好，可是如果我们用的是公用电脑的话，比方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也许同学在学校的电脑上面哈，会去连接像是 Facebook 啦，或者连接一些自己的部落格网站哈。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可能在离开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记录其实是被留在原来的电脑里面哈。但是我们同学其实在我们的观察里面哦，都渐渐开始有这个警觉，也就是在公用电脑上面去连接比较个人隐私相关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一些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这些网站，那使用过后呢，都会记得有登出的动作哈。那这渐渐都有一些比较好的，比方说像是安全啊，或者是个人资料的这种可能会泄露的这种警觉，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那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名词哈，叫做 cookie， 叫做 cookie， 小饼干哈，这个字 cookie。那 cookie 是什么呢？Cookie 就是表示哈，我们在拜访某些网站的时候，那我们的连接的这个网页啊，它或者是我们的浏览器，它会将某一些资讯，它用档案的形式填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好，所以这个比方说，我们上次曾经拜访过某个网站，什么时间曾经拜访过，好，那这些档案呢都会被记录起来。那这些档案呢称作 Cookie， 称作 Cookie。好，那同学可能就开始知道说，我们有些浏览记录呢，它其实是浏览器会把它填写下来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ookie 这些档案。那在刚刚的说明里面呢，我们说它会，比方说我们上一次拜访的日期，那我们可能要说明一下哈，因为每一个cookie 档案里面写的内容不一定是一致的哈，有时候会因为像是对方的程式的设定，好，他说有哪些记录要填写，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网站填写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说明上面，同学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好，那我们如果说同学或使用者呢，在浏览器上想要去管理这些浏览历程记录，好，这些记录它被记录下来了，我想要去管理它，那这种管理的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做的动作其实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保留它，好，如果要保留它，就把它留下来。要不然的话就是把它删除掉，好，这个浏览记录我不想要了，就把它删除掉。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保留它或者是删除它的这两个选择来管理这种浏览的历程记录。好，所以对我们使用者，对我们同学来讲，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哈，因为我们的选择并不多，并不多。那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删除掉它的话，那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会有一个工具，好，工具的选项。好，那在这工具的选项里面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删除浏览记录历程。好，那这个名词呢，在不同的浏览器上可能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在课本里面哈，就是使用 IE， 好，用 IE 微软的浏览器来当作我们说明的范例。当然，同学如果说
习惯使用的浏览器是不一样的话，也是可以试试看它相对应的功能哈。通常只是名称不同，但是它的功能、它的核心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就用刚刚的工具里面的删除浏览记录历程，好，就可以选择我们想要删除的这个项目，有哪些项目是要删除的呢？有哪些要保留的呢？好，那使用者如果说我已经确定有些是要删除的话，那我们它就会提供一个叫是删除的按钮，好，只要选这些项目，按一下删除的按钮，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哈。那使用者也可以来分项来查看这些历程，好，那这些分项查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某一种归类去分别这些记录历程，用时间分类吗？用网站分类吗？还是用怎么样的条件分类呢？好，如果要分类的话，只要在我的最爱中心，好，选择历程记录的出现的方式，好，比方说，就我刚刚的说明，同学可以选择说我要用日期来分类，这样也可以，或者说用网站，好，不同的网站的浏览历程来分类，这样也可以，或者说我们最常浏览，好，比方说我们会有一些连接网站的这种频率哈，看看这些网站哪些是最常浏览的，帮我们做分类来排序，那这些浏览历程都是可以的哈。那同学就可以选择要删除或保留它们，来看看不一样的这种历程记录。好，那么除了这个历程记录之外呢，像我们刚刚说明的，像是 cookie 啊这种小档案，或者是我的最爱，我们在管理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选择哈，把它汇出到档案。好，这个相当方便。好，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浏览器上面，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来使用的这种个人的习惯，把它整理出来，把它放到我们的档案上。那放到这档案上有什么用途呢？比方说，我们把档案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汇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好，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不一样电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记录从某一个A 电脑把它移植到 B 电脑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操作上就不会有说好像换了一部电脑，在使用上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碍手碍脚，有些资料、有些资讯忽然找不到的感觉哈。那要做这样的功能呢，我们的同学使用者呢，可以利用浏览器上面会有一个叫做档案的功能，好，利用档案功能里面有一个选择汇入和汇出的这个选项。好，汇入汇出的选项，那我们因为在汇入汇出选项上面，它都会有一些说明，告诉同学可以怎么样子来操作。好，那同学可以按照它的指示来选定说我要汇入汇出的这些项目。好，所以我们换新电脑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么在刚刚的节次里面，我们介绍汇入汇出在档案里面这个功能，我们可以把我们喜欢的，像是 cookie 啦，我的最爱啦，把它汇入或汇出。那么所以同学呢，或者我们在使用者上面，如果我们去换电脑的时候，那这些资料就可以被保留下来。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我的最爱的这种选择哈，这个选单里面的内容，我们可能是花了很多时间收集整理的。好，如果忽然换一部电脑，就通通消失掉这些记录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建议用汇入或者是汇出，把这些资料把它整理起来，把它移植到不一样的电脑上，好方便我们使用。那我们就利用PowerPoint 的上面说明来简单的看一下刚刚我们做的一些示范。好，那我们在PowerPoint 上面，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要删除我们的浏览记录。那一般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会有工具哈，我们可以工具上面会有删除浏览记录的这种功能。那我们在这功能上面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比方说删除浏览记录，然后接下来他就会问你说你要删除的是哪一种记录呢？好，那各个记录都有各个不一样的按钮，那同学就可以选择哪些记录是要被删掉的，尤其是在使用像是公用电脑的时候，好，如果说那个机器没有关机的话，可能有些资料同学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哈，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个人的资料，好，有些资讯安全的疑虑在里面。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的最爱中心，好，利用我的最爱中心，那我们就可以去管理我们的浏览
浏览历程记录之类的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的最爱中心里面哈，通常就是在 IE 浏览器上面，它会有一个小图示啊，一个星号的图示哈。当我们把它点开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浏览历程记录啦，或者是我们的摘要啦，或者是我的最爱这个选择，就可以被用时间来分裂啦，或者是用像是网站来分裂啦，或者是用像是最常去浏览来做分裂啦，同学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管理它。也许有一些储存的记录，看看要怎么样子去，比方说删除或者保留它，同学可以妥善利用哈。我的最爱中心，也许按 Auto 加上 C， 这两个键按下去的话，它就会自动弹跳出来哈，这也是挺方便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哈，就是在网页上面，它会有一些图片，有些图片，那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这些图片呢？那么我们知道哈，在现在在网页上面出现的图片哈，有时候如果说这个图片在原始网页的设定里面它没有被特别设定的话，我们是可以哈直接在图片上面按下右键，滑鼠移过去，直接按下右键，好，就可以选择另存图片，好，将这个图片存在我们的磁碟机里面。好，那我刚刚有一个前提哈，就是这个网页其实没有做过一些特别或特殊的设定，有时候有一些网站或网页的制作者，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些图片他需要更严格的保护，所以说这个图片呢，他会做一些设定，也就是使用者在滑鼠移过去的时候的右键功能会被取消，所以这个样子的例子的说明可能不见得适合所有的网页哈，所以我们同学，我们空院同学在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哈，有一些画面按了右键其实是不会有反应的，这是因为原始作者就希望它不要被任意的储存。好，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存在磁碟片里面，当然我们按下右键功能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用电子邮件来传送这个图片，或者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可以把它直接列印下来，列印下来，好，用印表机把这张图片把它列印下来，好，这样也是可以的哈。那所以就像我们的说明，在我们说明上面，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按一下右键，可以用另存图片，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电子邮件来传送，好，或者用列印出来哈，把印表机列印出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哈。那么在我们的那个实物的运作里面哈，我们在比方说浏览到某一个页面，那我们经常会做的比方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也许说同学没有行动电话可以 3G 或 3.5G 的行动上网，那我要找地址，可是地图在网页上面，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按下右键，如果同学正好也是有列表机的话，就可以把它印出来哈，把那地图印出来啊，在我自己实物的应用上面，我就经常会有印出这个地址，然后再利用这样的方式哦，去找到我们的目的地，这个在使用上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好，那我们在刚刚的说明上，我们可能再切换一下到 PowerPoint 的上面去，好，来看看刚刚我们做对于网页上面图片的管理，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好，比方说我们这在校园里面哈，在北商使用的一张图片，好，那这图片显然它就没有做防止用滑鼠右键的设定，所以我们只要按一下滑鼠的右键，就会出现一个选单。好，在这个选单里面，我们经常可以使用，比方说要储存它也可以哈，要把它利用电子邮件把它传送出去，好，这样也可以。那就我刚刚的说明，有时候是地图的话，我经常就利用我们的印表机把它印出来哈，那我就可以带着这张地图去找我的目的地。好，我们就按一下右键，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哈。好，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说，在网页上的这个图片，按一下右键就可以对它进行某些同学想要进行的设定，可是呢，我们要说明一下哈，这个在网页上面产生的这个图片哈，它通常有几个主要的格式，好，这些格式呢包括有JPEG 档或者 GIF 档或者是 PNG 档，这种一些档案它有一些不一样，好，我们来分别一下哈。那我们知道哈，同学里面会去浏览网站的时候，会有一些 JPEG 档，它是比GIF 档能够表现出更多的颜色资讯，好，所以我们可以用 JPEG 档里面的每个像素，它们在储存图片的时候出现这些像素的
像的颜色的时候，可以用至少用三个 bytes 哦，三个 byte 就24个 bits 来表现它的颜色，所以它表现的颜色其实还蛮多的，可以有到1600万种不一样的颜色。那么，所以它通常都会被用在我们写实的照片上，我们同学的数位相机拍摄的照片，好，应该也就是用 JPEG 作为它的照片的格式来储存哈。但是如果有时候同学在上网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像是比较少颜色的卡通图案，那么就可以用 GIF 档，好 GIF 档来储存它。那么它可以节省储存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 GIF 档哦，它就用一个 byte 来储存而已，也就是有八个 bit， 好八个位元来表示它的颜色的色盘的索引。好，所以我们放的颜色哈，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放到256色，那。如果超过的话，这颜色可能会跑掉，会失真哈。那空间的使用上会比 JPEG 省很多，会省很多。好，那另外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哈，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上会看到有一些图哦，它做得很生动，或者是做得很可爱，因为它会动。好，有些图它放上去就会动。那会动的图在网页上，它其实是有很多种做法，也许写一个程式，也许用 Flash， 也许用某些方法它都可以动，但是呢，我们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哈，是在 GIF 档上面哈，它是可以用在一个档案里面，在同一个档案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插入很多很多张的图片，来产生一个连续播放动画的效果。好，那另外 GIF 图哦，它也可以做背景透明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小图示，或者在做一些花边，或者是在做一些网底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使用 GIF 档哈。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种格式哦，叫做 PNG 档哈。PNG 档它也是一种在浏览器上可以显示的这种图形格式。好，它跟 GIF 一样哈，可以使用像是色盘索引，那么它就可以减少我们图片储存的空间。同时呢，它也可以支援像是透明色的设定。好，那因为这个 PNG 档我们在发展上来讲是比较后来才出现的，所以它其实就同时掌握了这两种图片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也可以用24个位元来储存一个颜色，啊，它就可以像 JPEG 一样，它也可以蛮适合来储存像这种照片的哈。好，那我们理解了这种图片它的格式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网页的组成，还有这种云端科技。那么我们知道哈，在现在的网站上面哈，它通常都有很精美的网页。那么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浏览器去连接它，去下载它，而且去观察它。那么这种网页的基本格式呢，它其实是用标签组成的。标签，好，那这些标签我们使用者要连接的时候，我们是用 http://这种通讯协定去取得这个网站。那如果我们可以在目的地上面网址打的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传送回来这种网页的请求，也就是我们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它正确传回来的资料。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浏览器上，我们使用 HTTP 协定，我们借由输入正确的网址，我们就可以把网站上面的网页资讯把它带下来，然后正确的显示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好，那我们可能要来分别一下哈。如果说这个网页的内容它是固定的话，它不会因为我们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一种叫做静态页面，好，或者是静态网页。那么不同于静态网页，如果说我们的网页内容是因为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比方说我们要查询个人成绩，那个人成绩的结果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个人如果只能看到自己的分数，不能看到别人的分数的话，这种网页不同，网页的内容因为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话，我们就把它称为动态网页，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区别。好，那我们在刚刚的图表里面，我们也看到静态网页跟动态网页它们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那当然在设计上的话，在设计一个静态网页会比设计动态网页要简单多了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静态网页，因为每个使用者连接看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特别的工具，那可以去制作它。那通常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是它的美编效果哈。那我们就看看哈，
如果我们要编写这个网页的话，其实很多种工具可以去编写它。那我们也许可以使用像是微软，如果同学有逛 Office 的话，里面可能会有个选项，就是它的 Front Page， Front Page 的软体，就可以来让同学来很快速的去制作这种网页的内容。那同学如果说，那如果我没有 Front Page 呢？那其实我们用记事本也可以直接编写，记事本也可以。那为什么记事本可以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刚我们曾经提到，网页的内容其实它都是由一连串的标签组成的，那么这些标签其实就是一些文字，一些文字的组成。我们在键盘上面可以直接输出的这些文字，好，那这个文字如果说我们用记事本的话，只要同学可以正确的把这些文字输入，那其实要产生这个标签，产生这个网页内容也不是不行哈，但是有时候稍微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它也可以跟 Front Page 一样产生一样的结果。那有时候同学也许也会使用像是 Dreamweaver 之类这种软体，也可以去编写我们的网页。那当然了，五花八门，看同学的习惯是什么，就可以自己来做选择。那刚刚提到的动态页面部分，因为动态页面它会去接收使用者传来的个人资讯，比方说我把我的学号输给你，比方说我把我的身份证资料输给你，我要取得我的个人资料或者我的存款的账号输给你，好，所以因为有输入这种个人识别资料，所以呢，它需要有一些程式的协助，才有办法来执行这些程式，执行这种个人资料的截取跟它的识别。那么这种特别的程式呢，在现在来讲的话，比方说有一些同学也许会使用 Java， 那使用 JSP 也是一种技术，或者是同学会VB， 那么使用 ASP 也是一种技术，或者是使用PHP， 使用 Ruby， 或者是使用 Python， 一大堆都是可以帮助同学去做一些动态页面的制作。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可以再切到浏览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个刚刚说明的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 PowerPoint 上面一个 HTML 的范例。那在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我说明的标签，所以网页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标签那我们使用者端在浏览器上对它发出一个 HTTP 的网页请求之后，我们的主机就会把某个主要的首页传送回来。当这些资料传送回来的时候，这个资料会进入到我们的画面的浏览器上面。我们的浏览器可以解译这个标签，所以这个标签的内容就会正确的出现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那我们在上面有画了一个方格这个在传输上面我们把它称为一个一个的封包。我们在前几个讲次有介绍过一个一个的封包，当资料量很多的时候，这个封包的量也许会很多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很多，尤其有图片有声音的时候，这封包是非常数量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动态的介绍，比方说我们的使用者输入我的学号，那么我们的主机呢会有一个程式去接收到你的学号，那再利用这个程式去我们的资料库把这个学号的成绩带下来，说原来资料库里面储存这个学生是82分，好，然后再传送回去说是82分，所以不同的学号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说的动态页面好，那我们理解了这样子的想法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在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现在也是蓬勃发展的，就是我们说的云端科技。云端科技，当我们利用云端科技的时候，我们的程式的设计者呢，他是可以把这种设计的程式放置在云端上。我们可以从图表上面看到，我们利用我们比方说是一个程式设计人员，他写的程式就可以放在我们的云端的主机上面，那使用者呢就可以借由网路或网页的取存这种云端的这种服务。好，那么我们像同学啦云端的使用者我们的可以使用在主机上面存放的这种软体硬体的这种资源，有时候连资料库的资源都可以一起去使用它。好，那对我们的同学来讲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同学就不必去安装也不用维护很多的这种软体硬体，甚至我们建立的资料也可以一起放在云端上。好，那我们的使用者在使用云端的时候，可能同学会有个问题我的技术是不是足够？我是不是可以去利用云端？
好，那实际上啊，我们在使用云端科技的时候，以我们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讲的话，我们并不需要去理解哈，在云端上面的一些建制的细节，我们其实也不用去，有一些这种专业知识，云端上面的相关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云端的服务很多，我们要在这么多的服务里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在云端的服务上面，其实包含了几个层次哈，我们同学可以去理解看看。那这几个层次包括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哈，IaaS 哈这种云端的服务。那什么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础设施好，那我们另外一种叫做平台及服务，PaaS 好，我们介绍完哈，PaaS 好，在这服务里面哈。第三种，我们叫做 SaaS 哈，这三种好，我们把它做这三种分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每个分类来看看它的内容。在基础设施及服务里面哈，我们是将资讯的基础设备，比方说我们将我们的伺服器、作业系统，还有我们的硬碟储存，还有一种资料库，好，我们把这样子的基础设施把它整合，把它包装起来，做成一种外包服务。这种外包服务就是云端提供给使用者的服务。那使用者通常啊，只要借用租用，租用就可以取得这样子的服务。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哈，叫做平台级服务。那这种平台级服务在使用上的话，它是说我们使用一些软体能够执行的一种平台的环境。那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平台哈，平台就是指我们的软体、作业系统，还有我们的应用程式的这种统合的名称。当我们使用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哈，我们的这种使用者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在平台上面建立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式。那同学会说，这有什么好处呢？主要的好处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平台，也就是这个软体、硬体、资料库，还有应用程式、系统程式的这一些，哈，我们就不用再去维护它了。那这样对我们的程式的发展者来讲，哈，其实是很大的方便。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项，哈，叫做软体及服务。好，那么软体及服务指的就是说，我们的供应商呢，可以将应用程式建立在主机上面，来提供使用者透过网络来使用这样的软体。好，那很方便啊。那使用者他就可以用浏览器呢，来取用云端上面建立的这种资料、这种程式。那我们就不用去管这种软体可能会有升级啊，我们就不用去担心它了，或者是维护，好，也不用去管理这种资料。这个就是在云端上面提供这种服务哈。那刚做了三种分类，那同学可以依照这样子分类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或适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利用 PowerPoint，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哈，看看说这种这些应用上面。那我们第一个看到这个是一个 Prezi 哈，这个网页是一个云端的服务，也就是说使用者我们找到这样的网站之后，那这个云端的服务它做的是什么服务呢？就是像我们的简报，我们可以把简报放在上面。所以同学也不要去安装简报软体了，也不要去维护简报软体了，好，只要连上它，打上自己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在你的浏览器上使用这种简报的服务、简报的程式，最后的结果也会放到这个云端上面。好，那同学可能会说，我是不是有可以去使用像是 Photoshop 的这种影像处理呢？那这个影像处理也放在云端上了，同学可以直接放连到云端哦，直接在上面画图，就不用去安装像是一些绘图软体了哈，相当方便。那比方说记笔记啊，这个我个人是常常使用了哈，就可以放在云端上，笔记也放在云端上，也是很方便的。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资料也可以把它放到云端上。那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像是云端上面的应用的话，同学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需要，在网页上面去搜寻好这些功能。那我们的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欢迎各位同学下次再继续收看，我们再见。